我记得不对呀、啊。都是抄的你的卷子，你这会儿来一个你记得不对啊？你要慌死我们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现在记的都是什么呀？吸尘器，这我还能干。漂亮，一分。完了，你给我要翻的翻了。我记半天，三四四七，三四四七，三行第四，四行第七。你得记 A B C D E F G。你得 A 一 B 二这样好记。哇天哪，你这可以啊！你肯定得这样记啊。这肯定不是雷。再翻一个，别翻雷就行。谁知道哪个是雷？这肯定是雷。啊，好，一分，文翰。你翻个雷去吧，哥。没有了，这个是个雷区啊，玩扫雷的话这块是个雷区啊。你刚刚几分？一分。一分啊，你为大家翻个雷。哎，这我刚才翻过了吧？哎，是是是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这个吗？不是他，我记得。哎哎，怎么是？哎呀哎呀，记忆力真好。两分，两分，让我再看看啊。哎，这个是，我翻着过这个。三分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大金。哎，漂亮漂亮。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呢？再来一个。来，别来了，消停了吧。三分够了，三分，我觉得不够，够了。咱们怎么分币？最后是第一名三个币，剩下都没有。第一名三个币，嗨，那基本可以放他七分。对，他只要不翻出雷，咱们不可能赢。唐九洲同学获胜了啊！